锦野，我不想再描述那些过往的荣光，也不需要再道来那些发生的故事。今夜是一个告别的夜晚，当九号球衣升起，那是一面旗帜，是一座丰碑。就像预告视频里一样，杜峰说再打一场吗，你的背影和举起手的那句再见，这是个完美的告别，是最易建联的告别。其实我们不仅是怀念你，是怀念一段时光，是怀念那些曾经。有些记忆开始模糊，但每次想